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传跳网金吴丽金老师最近新编的舞蹈，继这个妈咪我爱你后，有一个震撼人心的吉鲁巴龙柱尾心经啊，三部吉鲁巴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啊。音乐一开始呢，右边呼喊，左边呼喊，右边呼喊，右脚侧踏摇摆四拍，右边走三步，点一二三点。走回三点，好，这个呢，注意呢，我们膝盖要保持弹性。我们讲过三步举把就两个特色，一个膝盖好要保持弹性，在过程中都要保持弹性。好，来，你看走路一样哦，一二三点，二二三点，原地踏，前点踏，前点踏，侧点踏，侧点点的那一只脚呢？要有力量跟地板接触，好，加上手踏前点反身踏前点，好，接下来踏这里踏侧点踏侧点，以上这是我们前五的动作。好，第一段的动作，右脚开始踏点踏点转弯踏点回头再而前，再重复一次五六七八，右边均衡步一加二三加四踏并踏点，好，接下来快快慢，好，反向重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加六七加八，好，所以呢我们在用力的时候上身两力对拉，要拉不是这样，不然你的这里哈，我们讲过因果，你这样臀部就越来越大，拉直来两力对拉，好，以上这是我们第一段的动作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第二段，右脚前踏前踏侧踏前踏侧踏，快的滑轮步一加二加三加四，好，左脚侧点点二三四，好，接下来三第五一样拍手，左边拍拍手，右边拍，好，左脚反向重复一二三四，好，所以呢膝盖以上要夹住，左脚前直线，好，推侧前打直侧推，好，一加二加三加四，右脚侧点四下拍手，右拍拍手，左拍，好，以上全舞就结束了哈。我现在背向各位连续示范一次哈，来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准备第一段的动作，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，好，接下来二二三四五加六七加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加六七加八，好，第二段，一加二加三加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加六加七加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右转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第二段第五个八拍是向前走，一二三四退后四步，右转一圈，左转一圈，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台湾特殊的音乐跟舞蹈三步举把龙柱尾心经，由我们吴丽金老师编，谢谢大家。